的歌送给大家，掌声欢迎。谢谢。太多小朋友，我本来想唱学猫叫，但是还是下一次好了。长官好，你们好，小朋友好，再一次小朋友好。你在的那钢琴听不见，每次感觉我对你来电。真的今天很难得呢，邀
邀请我们美君来到现场跟所有的朋友见面。其实呢，今天呢有一个重点想要跟大家来告知。是的，因为呢，我们的美君呢在这一天，也就是呢，你猜哪一天？你这样猜，我比不上去。你们知道我们哪一天有参加歌唱比赛？现场有报名的小朋友请举手。有人举，真的有吗？真的有，真的有啊哟！不，该不会是我先看清楚是哪一位？举手没有礼物，是唱歌才有礼物哦。好啦，就是那天有没有歌神同行集集好声音？在我们的八月十七号的星期六呢，没错，在我们的集集镇的三楼，公所的三楼，也就是各位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我们举办了一个歌唱的比赛。那我们的梅君呢，他除了呢是台语界的天后之外呢，在当天也会担任我们的评审。没错，对，所以有参加比赛的小朋友，今天要好好的跟那个梅君姐姐来，互相培养。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比赛经验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十岁的时候，姐姐十岁的时候，在会先生哈得第一届五等奖，对，当时有渡关过关。然后后来过太多很几周啊，去比这个蹦恰恰跟马妞的新人歌唱排行榜，是那个时候就比较大了，比较大了就去比校园组，哇，所以那个校园组也是21关，也是过关，过关之后才有这个机会可以发个人的专辑，所以你这比赛规定中哈，什么很重要？什么很重要？就是歌词背起来很重要。要背了，没有哦。有的人说外要外要外要，但是上了台之后，哇，紧张就忘掉了。对，所以歌词大概都要唱到1000遍、100遍，已经熟到就是练到这把台阶。我头上一年只有365天，唱1000遍的话，等于是一天要唱2-3遍呢。一天有时候我们唱50遍都是刚好的。我们练歌的时候都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要背到非常的熟，非常的熟，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你才可以分心。天哪，现在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是当天有参加比赛的朋友，大家要自己小心一点哈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严格的评审在现场，他们会给我一个耳机，然后是没有声音的，没有声音怎么当评审啊？不会啦，就把，其实没有这么严格啦，是，所以现在爱唱歌的人真的蛮多的，很多很多很多啊。这个我唱的嘛是真多，对哦，这个唱歌嘛是真多，所以欢迎哈，这个还可以报名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还我们网络开放，网络都可以报名，对。啊，那我知影啦，赶紧来报名。因为一个是评审之一，我太严格，太严格。哎，我还好，我其实是评审里面不严格的。对啊，你这样子不是？其实唱歌的话，上来比赛唱歌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忘词啊！你第一个都讲出来，那请问一下还有几个严格？就是不要忘词啊，就是不可以忘词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唱歌给别人听。你要练习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练习，他只有窝在自己的厕所里面，或跟自己的家人，对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过。哦，说的也是哦，所以一起来哈，问对五背掌问，背膝掌问。那你们，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梅君哦，你们在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，有没有曾经有参赛者他是在台上，然后就因为紧张，然后突然间就晕倒的，有吗？是没有晕倒了，但是有忘词，忘词，然后他自己生气，没唱完就走了，感觉顺体力在那。所以很多的状况下都可以，很多的状况都会遇到，对不对？其实都蛮多状况的，但是乐队他还在演奏啊，是，就是他人走了，但是乐队他还是要把它奏完。那阿彪够一半遍，都没去。爱狼马伯尼布台的，哎，伤害也不好，不能有这样子的参赛这个精神哦，这样子是不好的。就算你唱不出来了，你还是站着笑笑，对，笑笑的，面带微笑，对，然后摆个 pose 也没有关系，努力的把它回想起来，你的歌词。
哦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总归一句话，就是不要太紧张，是，然后放开心胸，好好的呢迎接这个比赛。是，其实这个是我有点类似我们镇内呢第一次举办的这种歌唱比赛。哇，对，那还蛮荣幸的。对，真的。然后我们还特别，你看邀请天后级的来到现场担任我们的评审老师，真的非常非常不简单。没有没关系，谢谢，要这个要感谢你们，不是感谢我们，是要感谢镇长跟主席的用心。谢谢，有机会呢让梅君来这边担任我们的评审老师。所以镇长跟主席当天也会献歌一首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们没有在评分呢？对对，可哎，镇长说好。请帮我 VCR 录起来。对对对，我们有拍照存证，我们录影存证啊，对对对，真的要现场 OK 啊，主席也 OK 嘛。哎，主席五首，主席你要唱五首，来五首，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，是的，那我们就期待8月17号那一天，对，梅君会跟大家来见面，好，是，是，再次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